来了啊，兄弟们来了啊，看看这个花篮翘了啊，这边花篮啊翘了啊，不知道什么鬼啊，感觉是没动静啊。咱们也是在全程直播啊，全程直播啊，看看里边是什么鬼啊。哇，漂亮，老黑，走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兄弟们，可以啊，过瘾啊。看啊，兄弟们，这一网又中黑鱼了啊，又中黑鱼啊，来了。哦，哎呦，漂亮漂亮啊，漂亮。蹦啊，你咋不蹦了？刚才蹦的那么欢，拿出手机来拍视频就不蹦了，这么不给面子。这里边应该是条老黑啊，兄弟们，看看啊。哇哇，一条小黑，一条大鲫鱼，我的天啊，黄金鲫鱼啊，兄弟们，漂亮啊，黄金鲫鱼啊，然后还有一条小黑啊，还有一条小黑，过瘾啊。来了啊，兄弟们，全程直播啊，又中一条老黑啊，看看看多大啊，张开给大家看一下，看见了吗？跟花篮一样大啊，跟花篮一样大，比花篮稍微小一点点啊。看，这里头还有一条老黑啊，大鲫鱼都放到额外放到那边了啊，一会儿给大家看啊，看啊，兄弟们，花篮在这里边了啊，看，看看看，还在跑，还在跑，当时花篮放到这个位置啊，直接给拖到这边来了，看看水草撞的，看看看，看看什么鱼啊，什么鬼啊，哇，我的天哪，什么鬼啊？哇哇，爆网，我的天哪，全都是大鲫鱼，哇，全都是大个体的啊，看看大板鲫啊，哇，漂亮漂亮啊，看看啊，兄弟们，这一网可以吧，全程直播啊，有条大鲫鱼来着，这大鲫鱼，这是今天的鱼货啊，这是今天的鱼货啊，看看老黑搞两尾啊，那一尾老黑呢，在这儿啊，在这儿藏着呢啊，老黑搞两尾啊，还行啊，哄哄你那个马，哄你那小伙子，咱们去死了哥，一把吗？